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横尾阔出山巡街，发现一铁匠铺内有铁，他判断战时物资紧缺，兵工厂附近不会有铁，遂派兵暗中盯防铁匠铺。保罗故意呼喊向海音，向海音知道这是明显的试探，没有答应。他对保罗的身份起了疑心。横尾阔宴请瓦格纳吃羊腿，质问谭震为何没有死。瓦格纳解释他并不想一蹴而就，而是希望交给横尾阔一个安全的化武生产线。日军顺藤摸瓜发现了埋藏武器的密室，顶替孔方留在密室的小张在隧道口预留了炸药，用铁板护住洞口，然后用小包炸药引爆炸死了领头鬼子，隧道口再次塌方，被土石掩埋隐藏，小张牺牲。横尾阔视察密室，终于发现了武器埋藏点，所幸没有发现掩埋后的隧道。横尾阔得意地向谭震等人展示自己的搜查成果，让工人们把武器全部运出密室。孔方万念俱灰，进入密室发现塌方的隧道，百感交集，他明白小张保住了大家最后的希望。有人在吗？在，哥，我大河陆达都在呢。好，准备接住我。好的，接我哥。什么时候能挖洞啊？应该很快，就这一两天。但是里边的洞口已经被炸塌了，只能做一些清理工作，所以你这边还要抓紧时间。哥，你放心吧。哥，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来救我。客套的话，以后再说。公园。如果万一哥要是有了一些情况，你一定要跟厂长带领大家继续逃离虎头山。哥，会有万一吗？会的，在小概率事件里面，任何万一都可能发生。明天呢，山里会来一个日本的陆军巡查员，要在他来的路上，我们要把他解决掉，否则海音呢就会有危险。哥，这个好办，他们对我们几个没防备，我可以让陆达在路上打冷枪。那哪行，好不容易把你们藏起来，就不能让你们再暴露，如果暴露的话，我们的危险性会更大。那怎么办？是这样，我想在他来的路上呢埋设地雷，让日本人感觉到是以前布防时候留下的地雷。那你怎么能确保他一定踩在地雷上呢？
如果一般人来的话呢，横尾阔不会派车去接，但是巡视员来，横尾阔一定会派车去接。我们在他来的路上，我们打主意。怎么打？如果是一个人踩到地雷是很难的，但是汽车有四个轮子，路面的宽度呢是固定的。如果按照随机原理的话，在它必经之路上埋设地雷，那么汽车压上地雷的可能性就是73%左右。如果稍加设计，汽车压上地雷的可能性就会100%。孔老师，你这个随机原理是怎么设计的？你跟我们说说好吗？你们看啊，这是地雷，这是我们摆的那块石头。当司机发现障碍物以后，他会绕过石头，然后再回到主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四个轮子会出现四个 S 的形状，对不对？那么肯定有一个轮胎的 S 型路线会压到这颗地雷上。哥，这个倒简单。我还没有说难的呢。一颗地雷不足以让车上所有的人都死，对不对？这个巡视员坐在哪里，我们就要这颗地雷炸在哪里。孔老师啊，这和打冷枪是不一样的。你看，汽车是活的，地雷是死的，地雷不可能长眼睛吧？问得很好，你们过来。车呢，一共有四个位置，啊，驾驶员、副驾驶，还有后边两个位置。你们觉得这个巡视员应该坐哪个位置？要我就选这个副驾驶座，我可以看左右的风景，我还可以看前头的，我还可以跟驾驶员聊天。要我选，我去选司机后面这个位置。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男左女右，我觉得吉利。哎，你要我，反正我头两次都是在后面这儿又晕又吐的。要我选，我就选开车。巡视员有司机，我是说我说了算的前提下，我让司机坐在一边，我来开。匡老师，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刚才大家把四个位置都说了，其实陆达说的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啊？为啥呀？因为汽车呢是很稀罕的东西。不仅在中国，在日本也是，一个会开车的人看见汽车，他有一种想要开车的冲动。那这个巡视员也不见得会开车呀。他一定会开车，因为他除了巡视员的身份，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煤机关的高级间谍，驾驶是间谍的必备的一个。黄老师，您觉得他会选哪个位置？首先我们要排除副驾驶这个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藤山要来的话，会坐这个位置；如果藤山不来，那么这个位置也是警卫员或者是秘书坐的。哎，你看，我还是选对了，我是警卫员嘛。副驾驶后面这个位置，我们也要排除。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间谍，肯定受过安全的指导，无论是日常驾驶还是执行任务，他会明白四个位置当中副驾驶这个位置是最危险的，因为一旦出现情况，驾驶员会本能的保护自己，这样副驾驶的位置就首当其冲的成了受害者。在世界上车祸的案例当中，副驾驶这个位置死亡率是最高的。看来这风景也不是那么容易看的。这个副驾驶后面这个位置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它跟司机形成了一个力量对冲的关系，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哦，哥，我明白了，我选的这个位置最安全，出了事儿前面有驾驶员可以挡着。没错，四个位置当中呢，这个位置有可能是他坐的，所以我们的炸弹要在汽车的左后轮上让他爆炸。万一他要是就手痒痒了，非要开车，
他也可以是心痒痒，走到山洞，但是那是概率以外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做考虑，我们只考虑概率内还有概率最高的事情。哦，那哥，那怎么才能让这个后轮压在地雷上呢？你看啊，这是地雷，那么这是石头，应该摆成这个距离，那么它的长度呢，不能长于1.6米，不能小于1米，它的角度要跟这个地雷呢，形成45度角的关系，啊。哥，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我们拿动什么角度啊？你给哥敬个礼。敬礼干嘛？嗯。你看啊，如果它的头是地雷的话，那么石头就应该摆在这个位置，跟地雷形成这个角度，就是45度角，明白了吧？学武啊，你身高有多少？1.78米。嗯，从你的脖子到你的脚，就是这个地雷和石头的距离，明白了吗？哦，哥，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明天我就按你说的来布阵。还有啊，你们一定要记住了啊，石头不能太大，如果太大的话，他们会下车把它搬走，但是呢，也不能太小，如果太小，汽车就会压过去。哥，你放心，明天我找个带尖的石头朝天搁，不怕它不躲。好，这样，咱们商量一下，明天呢，学武，你和孔元呢去埋地雷，你跟大河去捞机枪。好的。大河，你听我说啊，捞机枪最佳的时间呢，应该是在中午，嗯，能见度很好，但是那个时间呢，暴露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但是晚上去捞机枪呢，水温太低，不能下水，所以你要记住了，捞机枪最佳的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11点这几个小时。啊，我没问题啊，我5点多就可以下水。大家都明白了吧？明白了。天流两万五千里，天流两万五千里，只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只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天流两万五千里，天流两万五千里，只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只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大半夜嚷嚷什么？不想活了？想家？我比你更想家了。想家？想家你回去啊，倒是。你找死啊！我们不是想找死，我们是想找活。你给我闭嘴！闭嘴！好好，我们睡觉，啊，你也打盹吧。你给我记住，以后再敢给我找戏，我就拉出来一个币。
什么情况？没问题。 都站出来。为什么？如果按照这个名单上站人的话，年纪都会偏大，这样日本人呢就会起疑心，推掉我们的方案。所以明天站出来的时候，一定不要按这个名单，年龄层要拉大，等到去实验室的时候再按照这个名单依次出去。啊，好，我明白。名单上怎么没有我？ 石田さん、おはよう。どうも、石田さん。今晩一杯どうですか。お話でもしましょう。はい。おかげなよ。 Hi. Haben Sie Zeit, heute ein Porträt von mir zu malen? Oh, er will fragen, ob ich ihm ein Porträt malen kann. Oh, natürlich. Kann ich Ihnen Zeit geben? Sehr gerne. Sehr viel Zeit. Jetzt? Jetzt kann ich machen. Jetzt? Ja, jetzt. Haben Sie keine Zeit? 怎么，你不愿意吗？哦，我当然方便，很乐意为你效劳。In Ordnung, mache ich doch gerne. 等我 fertig bin, wenn wir fertig sind, wollen Sie denn auch ein Porträt haben? Nein, danke. 哎，老罗，你还怕绝吗？哎呀，感觉上行跑掉了。大黑，大哥，哎，这么冷的天，下水行吗？哎，行不行就都是他了，不能鲁莽啊。哎，报告连长，我是八路军战士巩大河，我没啥不行的。八路军战士也不能莽撞。哎，我心里有数，我这么早去啊，就想能把两挺都捞上来。行，捞出来怪可惜的。哎，放到行动吧。啊，兄弟啊，你一定把两挺机枪都捞上来。 杨先生，要不要先喝点水呀？不喝了。葫芦里想卖什么药，你就说吧。他们把您请到这里来，兵工厂的人不会知道。他们还以为您壮烈。
是想让您回家继续唱您的戏。好啊，那你现在就送我回家吧。走之前我想听一句你的心里话，你们多出来的那个人是谁？这事儿啊我还真知道，你们可以送我回家了。谁呀？死了。死了？是啊，看电影那天被你们给打死了。他是什么人？他是来看亲戚。梁先生不光会唱戏，更会演戏。你们又不是笨蛋，可以自己查去啊。人死如灯灭，你真的不想用一句真话来换你自己的命啊？不是不愿意，真的就是我说的，那就是真的。我不信，我不信那天被打死的人恰恰是多出来的那个人，没那么巧。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吗？叫做无巧不成书。中国还有一句古话是，等山君带进去。老而不死，是为贼。大哥兄弟，你可得把这两挺机枪都捞上来啊！好，我跟你说，到时候我和连长一人一挺，这两挺机枪齐开火，够小鬼子喝一壶的。哎，好啊，拜托你了。哎，那你说，哎，这事儿完了以后，那连长不会把我开除？不会不会，咱们部队啊纪律严明，说让你入伍就是入伍了，不能开玩笑的，知道吗？哎。那我算个啥级别呀？级别啊！你们部队不都讲个级别吗？我听说是的，什么正排、副排、正连、副连，那我算啥级别啊？嗯，龚大哥同志，你的级别是正兵级，恭喜！正兵级，对，恭喜你！走，咱们老街抢去。大河兄弟啊，你的级别可不低啊！不低不低啊！那孔元够意思呀，上来给咱弄了个正的。哎，连长，你说咱就这一颗地雷，能把小鬼子都干死吗？那就得看咱俩的本事了。哎呀，我觉得这孔老师有的时候说的挺有道理的，但是吧，不痛快，哎，还不如扔一颗手榴弹，来一阵冲锋，那是死是活一看就明白了。冲冲冲，就知道冲！搞清楚，现在不是正面战场，已经开始打游击了。憋得慌吗？不是，憋得慌你也得给我憋着。学武，你要学会适应各种战斗形式，明白吗？哦。等出了岛，恢复了编制，我给你一个加强排排长当的，让你过过冲锋的瘾，怎么样？真的？那还要加？哎，我真没白跟着你啊。那个，你放心，我肯定是个好排长。学武。要带兵得先学会用兵，我就像你用我那样就行了呗，肯定没错啊。
先生，你有什么话想说吗？我有个女儿，跟你差不多大。你有什么话想留给她吗？非常时期，多说无益。姑娘，谢谢啊。Was sagt ihr? Sie hat eine Tochter. Die ist so alt wie ich. Herr Professor Wagner, können Sie sie überleben lassen? Du weißt genau, wenn er nicht stirbt, werde ich sterben. Und du auch.那个位置啊啊，我给你扔一坐标啊，好看着啊。啊！哪儿？哈，看见了？没问题，来吧，来啊！兄弟，啊，你看这个位置啊，我再扔一下啊。啊！啊！看见吗？啊，好。你水性真的好吗？嗯，啊，那好，好了好了，注意安全啊！我再给你放哨去啊！哎，机枪都拉上来啊！接川口的车出发了吧？出发了。派的是谁啊？没派谁，几司机一辆。规格会不会有些低啊？将军，一定凤凰波驻军中队，由凤凰波主行一个迎接仪式，规格不低。凤凰波之后过这一小段路，派谁去？川口大佐都会觉得低，您去有些隆重。古司机一辆即可。怎么样？
哎呀，这可是好枪啊！要不就捞这一艇吧，你上来吧。那一艇我都看见了，就是水有点深，不过你放心，我能捞上来。能行吗？那行，那你下去把连长那艇捞上来吧。啊，这可是好枪啊，兄弟！周围郁郁葱葱，为什么这棵树会死掉呢？也许是老子的。柳树不会容易死的。你觉得是什么缘故呢？树的骨干是枯死了，但是在骨干的上边又长出了新枝，说明这棵树没有病虫害，缺少水分和营养吧。但这里不缺水分和营养啊。所以我在想啊，这棵树的底部可能是空的。空的？怎么可能？この湖の中たくさん魚がいそうだな。釣りでもするか。兄弟，兄弟，你怎么了这腿？哎呦，妈，这怎么了这？不行，抽筋了啊！怎么了这腿？抽筋了，快帮我捋捋。不是，你这腿不会废了吧？废了也值，两条腿还顶不了两条机枪啊！再说了，咱是正兵级的，就得干点正兵级的事儿。没错，兄弟。你这种精神值得赞扬，但是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刚打死俩鬼子。鬼子啊？哪儿呢？在那儿呢。看看去，看看去。哎，你腿好了？看看去，看看去。走走走，走，在这儿，快！别动！康经理，先走。为啥呀？我跟你说，我得把这儿规制规制，否则咱俩就暴露了。快，赶紧走吧。哎，哎，走！
独立团在什么地方？编剧情报，北线一带的战斗已经结束，独立团将往台海一带汇聚，乌方一个联队还在咬住他们，和他们交手七八次了，该到消灭他们的时候了。 不是集中严禁神经系基地，如有战斗计划吗？我们没有战斗计划，并不等于独立团没有啊。这次我们撬掉了他一颗大门牙，他们没有反击的措施，让我很是不解。虎头山易守难攻，独立团当时知难而退了。另外。 他们在北线一带撤退，一是因弹药不足，咱们接到兵工奖，但又接到了他们的心脏。我认为，独立团一是困兽犹斗。你太小看独立团了，记住，咬人的狗不露齿。他们越是对虎头山无动于衷。 就越是想要拿到虎头山，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拿呀。咱们该如何应对？ 全歼他们，不来，围歼他们。嗨。
将军阁下，您的勤务兵实在是太差劲了。您看这儿，到处都是灰。谁给你开的门？没人给我开门啊。哦，本来我想向将军借一本书《诗经》，结果您不在，门也开着，我就进来，索性给您打扫了一下卫生。没什么问题吧？将军的房间不允许随便进入的。请原谅，我不知道这个规矩，我马上离开。等一下。没有恶意怀疑你，但是必要的检查还是有的。检查什么呀？你到我这里来借书，为什么要带着个包？放书啊，我很爱洗书的，我的手很爱出汗，夏天我看书的时候都会戴一双手套，因为我怕把书弄脏了。阿英小姐，请把您的包打开。有这个必要吗？有。这怎么解释？纸和笔啊，没什么可解释的。你带着纸和笔到我的房间来，想记什么呀？将军，那是我的习惯。我无论走到哪儿，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感受，我都会记在本里。所以我的包里，如果说没有梳子和镜子的话，纸和笔是一定会有的。海燕小姐喜欢写东西，写小说吗？小说写不了，我喜欢写诗，抒发点小情小调。中国的诗人，我喜欢徐志摩，不知道海燕小姐喜欢哪位？我更喜欢冯至。哪一首？什么能从我们的身上脱落，我们都能让它化作尘埃。我们安排我们在这个时代，就像秋天的树木，一棵棵，正好。他刚发表的。读一首你自己的。能不读吗？不行。为什么？因为你不读，我就没法确定你拿着纸和笔是来写作的。你拿着纸和笔到我的房间来，我有权怀疑你是间谍而不是诗人。当然了，我不会用徐志摩的标准来要求你。好吧，我就念一首我写给朋友的四句诗。我一定会遇见你，只要你在路上；你一定会爱上我，只要时间够长。你可以回去了。我等一下。
还以为将军不愿意借书给我了呢。都是爱书之人，哪有不借之理？向黑燕小姐诗学的确实不错，等战事结束之后，有机会我帮助你在日本出版发行你的诗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有没有问题？没有，但是有一点破绽。什么破绽？他的破绽就是没有破绽。你想，一个普通的翻译会那么沉重吗？我感觉这个岛古怪得很，一切皆对，一切又皆不对。要不将他抓起来，或者几只抹掉拿到货。没有必要，在不是大局的情况下，别乱了自己的分寸。嘿。军力，往左一点，这样，斜一点，斜一点，斜一点。等我啊，再过来一点。好，好，好，就这个，就这个，可以哈。間違ってないな。そうです。間違いありません。隊長殿、川口大佐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どこにいる？部屋にいます。何や？大佐殿、私は駐在部隊の杉木と申します。遅れ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座ってくれ。君にあまり気にするな。わざとお迎えにさせないんだ。会社来て本を持って見て回った。山岸隊長、君の警備はそんなに固まってないぞ。ご指導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俺は自由に出入り、他人にもできるんだろう。中国人に対してはしっかり検察しないと。大佐閣下、将軍閣下から直々に中国の百姓に迷惑をかけないようにとの命令があります。君らの横尾将軍が果ては好きなんだ。海上政策別として、中国人に心を出しても友達にはならん。征服するなら武力しかない。邪魔というよりも奴らに我々を怖がらないと。はい。さあ、山に連れて入る人は来てるか。はい、もう連れてきております。
大佐閣下。どうぞ。大佐閣下、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どうぞ。お前、一人か。はい。山は安全です。八郎は殲滅しました。ご安心ください。いい車だな。代わりに俺を運転するか。大佐閣下、将軍殿はこの車のことを大変気に入っておられます。私以外は。この車を運転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申し訳ありません。大佐閣下、この山にはたくさん野生動物がいます。鳥やウサギなど美味しいですよ。うん。大佐閣下、この間ヘビも食べました。うまいですよ。うん。それから、この山には…おい、ちゃんと運転しろ。俺は素食なんだ。なぜ肉を食べないのですか。俺を見なくてもよい。しっかり運転しろ。はい。
汽车一人，绑匪抢夺机路上压到了地雷。汽车被这番攻入过里报废，人呢？伤势不明，他们马上会被抬回抢夺，全力救治。嘿，还不赶去？尚有一事，太水湖边有两个士兵获病，就此已。你，目前来看是的。尸体抬回来了吗？嘿，听到枪声了吗？听到了。几声？三声。发现周围其他的踪迹了吗？没有。搜查周围了吗？搜查了，没有发现可疑的痕迹。查一下这两个人平时的关系。嗨。什么情况？将军，你的司机易素啊，劝告他组还有一买七夕，他被其下压倒的顺嘴，危在旦夕。尽力。我的司机伤在什么地方？他伤在胳膊，右胳膊整个断了。胳膊断了，怎么会死呢？我也感到奇怪，但是因为剧烈撞击，也避免不了他的头部撞到哪里导致死亡。先抢救川口君吧。嗨。讲，将军，据我们对现场的调查，地雷只有一颗，是汽车左后轮压爆了地雷，司机从车窗被摔出来，川口天国也被摔出车外。按照常理，应该是左前轮先压到地雷，为什么汽车是左后轮压到的呢？根据工兵分析，驾驶员是在绕过一块石头，重新调整位置的时候，左后轮压爆了地雷，石头和埋地雷的位置形成了天然而又巧妙的几何关系。只要汽车绕过这块石头，汽车的左后轮就会压到地雷。那条路咱们已经走过好多次，怎么会突然出现奇怪和地雷？是不是山里还有八路军？有八路，不一定有地雷。有地雷不一定他们知道今天山里来巡视员，来巡视员埋上地雷也不一定能炸到汽车，炸到汽车也不一定能炸到巡视员。但是这一切都发生了，而且发生的这么天衣无缝。要是我们的工兵只有一颗地雷，要炸左后轮，怎么不雷？将军，做不到。我一定要炸到汽车的左后轮，需要几颗地雷？需要六颗，零星不成，这样才能百分之百的炸到汽车的左后轮。根据你的回答，你们有什么答案吗？八路军太狡猾了。将军，我倾向于不是八路军故意干的，可能是巧合，因为我们见过八路军布阵，八路军布阵完全是农民埋地关系的，根本没有章法。如果我们需要六颗，那八路军就需要十二颗，更不用说这样带数学角度和几何形状的地雷。你分析的非常非常的正确。如果这颗雷是他们故意布出来的，那么他们已经远远超过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作战部队。据我所知，只有美军可以做到，在虎头山，他们绝不会做到。
将军，什么事？枪过大佐赐行了，能说话了。能，脱离生命危险了。脱离了，但要立刻转移到上外的医院进行治疗，上里药品短缺，危及不了他的治疗。他有什么要求？他要马上见你。川口君、苦労をかけたな。まさか私の山でこんな事故が起こるとは。本当に申し訳ない。すぐいい病院へ治療のために送りを手配するから、何か要求があるなら私に言ってくれ。横尾さん、ありがとう。二つことがあるんだ。まず一つ、覚悟だよ。暫定的に軍部の命令に従うこと。家庭的に個人的な行動をやめなさい。分かった、約束する。そして二つ目、自前のことです。山の中に女性通訳新穂という女がいるよね。ああ。ある人から新穂に伝えることが、彼女と直接話したいんだ。ああ、すぐに連れてくる。待っててくれ。シファンを連れてこい。はい。将军找我有事儿。青马小姐，今天没有特殊客人要来吗？按照原定计划，我必须在明天之前完成任务，否则到了后天我也会露馅儿。你的意思是后天信方就会露馅儿？你以为梅机关派出一个间谍就会听之任之吗？按照我们截获的信息，信方将在这个地方第一次跟他们的组织接头，时间就在后天。你的意思是梅机关会派人过来跟信方接头？后天会有个陆军巡查员到这里来巡查，实际上他也是梅机关的间谍，而他会跟信方接头交换情报。他认识信方对吗？当然。看来什么都逃不过将军的法眼。今天川口挺库会到山上来，他的真实身份是梅机关的内部调查负责人，他公开的身份是华东地区的陆军巡视员。他到山上来是要跟我交换有关塔崩的生产发展情报。这个特殊客人出了点意外，你知道吗？什么时候他出了什么意外？从凤凰坡到山东的路上让地雷给炸了。他人呢？还活着吗？活着。他急着想见你。活着就好。西马小姐，
我无意和情报机关作对，但是我非常想知道您怎么跟您的上级汇报呢？韩伟阔将军，自从我金隐山被您揭穿身份之后，其实我已经很难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我现在知道的无非就是塔崩已经进入了人体标本的实验阶段，至于您的生产计划以及生产规模，我一无所知。说真话，我非常担心川口大佐的到来，因为我实在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可以汇报。金马小姐，我知道你们都是奉命行事，我想请新房小姐